3月30号起，碧潭水舞将换播第二档新节目，包括原住民歌手阿令演唱的《一想到你呀》及《老人饮酒歌》，透过高亢嘹亮的嗓音，充分展现水舞的激昂壮阔。而另一首则是动画大师宫崎骏《龙猫》主题曲，配合儿童节到来，提供观众轻快奇幻的感受。而同时因应毕业季，更征求毕业班学生到碧潭水舞跳毕业舞玩创意。新北市观光旅游局长张其强说，不管是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甚至高中大学，都欢迎到碧潭水舞毕业舞。随着我们这次整个碧潭水舞的舞曲的调整啊，欢迎全班啊都能够到碧潭水舞留下一个非常难得的毕业舞的影片啊。那只要这个影片能够上传到我们新北旅客的粉丝团，再经过粉丝投票，第一名的就可以全班免费到深澳采目前最夯的深澳铁道自行车，留下一次非常难忘而且是非常珍贵的毕业纪念。观光旅游局表示，今年的碧潭水舞推出了全新的 V 型水舞，更精心设计了四大精彩碧潭水型，透过不同音乐曲风来传递激昂、壮阔、浪漫、柔美、轻快或奇幻等情绪主题。截至4月30号为止，每天晚间6点到8点半，每逢整点和半点开演，邀请民众一同感受精彩的碧潭水舞盛宴。经广记者高诗琪新北市报道。